你们猜对了，藏在哪个里面，我就给你们。好了，猜吧，我还就不相信了。让我看看啊，不，让我想想啊，在这个里面。哈哈，哎呀，没法玩了，你们有透视眼啊。现在的小孩太难做了，我才6个月大就要照看7岁的姐姐，终于把她哄睡着了。我太难了。谁说不是啊，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，我这还没满月的就要出来拉活了。干吧，不干哪有钱娶媳妇啊。来，狗剩的，把头放上去，就像网上那样，咱拍个视频。你少来了你，我跟那种狗一样吗？你看我霸气的外表都不像宠物狗了，那种卖萌的动作我怎么可能做出来？是这样吗？朋友带着他家的猫来我家玩，这就是我家的猫第一次见陌生猫的反应，眼神呆滞惊恐，四肢紧绷，甚至连站都站不住了。喂，二麦子，你放轻松。你不用那么紧张，呀，这腿都硬了，半身不遂了。快喝吧，你不最喜欢喝旺仔吗？哎，我怎么感觉我今天喝的这个旺仔味儿哪不对呢？哪不对呀？也想不出来。不应该呀，确实是旺仔呀，就是说不上来哪不对。杨兄，你我一见如故，咱俩喝一个，我吹了。你别这样，别这样，慢点喝，你怎么又吹了？慢点喝。咱俩唠会儿嗑，我的个妈呀，已经喝完了，有你这么喝的吗？